就係我羨慕渴想神嘅殿。咁咧，我係今次咧係取自詩篇八十四篇嘅，係一個即係咧係一段查經嘅信息嚟嘅。咁啊喺個查經過程咧，大家都會睇到呢個我有個神俾我教導，就係咧發揚神屬性嘅查經法或者係講道法，就係咧時時會講到神嘅屬性。當我哋知道神嘅屬性咧，就會更加羨慕佢，更加中意佢，更加同佢有密切嘅關係嘅。大家咧知道聖殿神嘅殿啦，喺舊約嘅時候就係佢哋真係喺耶路撒冷有個聖殿，但係呢個聖殿已經唔存在嘅而家。如果大家去到嗰度咧，你知道嗰個地方咧，剩翻一個哭牆喺下低嘅。咁咧，佢哋嚟到神嘅殿咧去敬拜。咁喺新約嘅時候咧，我哋係聖經講到咧，我哋就係神嘅殿喎。我哋嘅身體就係神嘅殿，神嘅家就係神嘅殿，基督徒一齊就係神嘅殿。咁呢個就係我哋都渴想渴慕神嘅殿嘅。咁喺神嘅殿裏面有啲咩發生？我一齊讀一讀，好唔好？集體敬拜神、親近神、靈命被建立，有弟兄姊妹的支持，更多機會侍奉神。就喺神嘅殿咧，我哋可以集體敬拜佢同埋親近佢喎。咁咧，詩篇講到佢哋睇到神嗰種美麗啊，神嗰種榮耀喺聖殿裏面。我哋嚟到親近神咧，係真係可以經歷到平安、輕省、感動、愛、靈命更新，呢都係我哋可以敬拜佢同埋經歷佢改變。然後咧，靈命被建立喎，因為一個人有啲人話：我唔翻教堂得唔得咧？我自己屋企祈禱。咁嘅時候咧，佢個靈命係會好，即係好限制啊，亦都好容易咧係軟弱，亦都有啲咧佢唔知道自己唔得救都未靈噶。咁亦都缺欠咗最後一樣就係冇機會侍奉神啦，即係難啲有機會侍奉神，同埋亦都好難有弟兄姊妹嘅支持。咁所以喺教會係神嘅家咧，係非常重要嘅，讓我哋能夠。係喺呢個度靈命得更新啦，一齊同弟兄姊妹一齊互相支持、互相服侍，同埋咧亦都能夠一齊去侍奉神嘅。咁咧嗱，詩篇八十四篇咧係可拉嘅後裔，可拉嘅後裔咧，如果大家讀詩篇嘅時候咧，你就發覺有十一篇詩篇就係咧可拉後裔嘅。咁而比較特別好咧，就係四十二、四五、四六、八十四、八五、八十八係比較特別好。特別好嘅呢、这個呢啲可拉嘅後裔嘅詩歌，啲詩篇，而佢裏面嘅特色係乜嘢咧？我哋一齊讀一讀，好冇？謙卑、感恩、渴慕倚靠神，神的可畏大能。即係佢呢詩篇咧，大衛嘅詩篇咧都講到同神密切關係。咁另外咧，其次就係可拉嘅後裔嘅詩歌咧嘅詩篇咧，亦都係有呢種嘅渴慕同神有密切關係嘅詩篇嚟嘅。咁可拉係邊個嚟嘅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唔榮耀嘅人物喎，因為咧佢就喺摩西嘅時候，佢係利未人嚟嘅，但佢就反叛，佢就話咧點解你摩西同埋亞倫咧自己立自己咧就叻過我哋，咁咧就佢哋即係佢唔相信摩西同亞倫係神所設立嘅，咁咧摩西就話好嗱，你哋呢一班人啊，你就企埋一堆，如果神做一件新事喺你身上做一件新事。去顯出到底邊個係神所揀選咧，你就知道呢樣嘢咧係從神而嚟嘅。咁跟住有咩新事咧？就係、是、個地打開咗，將佢吞曬，又跟住冚翻埋。咁所以可拉咧嗰個結局係非常之悲慘嘅。但係咧，係咪代表可拉嘅後裔個個都唔好咧？又唔係喎。其實喺大衛佢咧就有一個敬拜嘅回幕，因為佢大衛其實冇起到聖殿嘅。咁佢起，但佢亦都唔係好似舊約。即係喺出埃及嗰個會幕，第一個比較臨時嘅聖殿。呢、这個臨時嘅聖殿裏面咧，係有二十四班次嘅敬拜嘅。喺歷代志嗰度有記載二十四班次，其中有一啲咧就係可拉嘅後裔嘅，即係佢哋係好喜悅敬拜。而喺敬拜嘅時候咧，佢哋就更加對神嘅渴慕。咁我而家簡略俾大家睇一睇啲詩篇嘅精句啊，你就睇到咧佢裏面係好特別嘅。啊，詩篇四十二篇，我哋一齊讀下。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落似乎溪水。四十五篇，我心裏湧出你詞，我論到我為我為主，我的事是我的舌頭是你手筆。詩篇四十六篇，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患難中的隨時幫助。大家留意有兩篇詩篇都有詩歌喎，第一篇咧就係如落似乎溪水啦，然後第三個咧就係避難所。
你是我避难所，就是这个诗篇拿出来的，这些都是可拉后裔 的诗篇来的。那而到这里四十五篇那里讲到我王呢，这个王呢应该是指到基督的，即是我为我王呢，他心里涌出美词的 美丽的词语，写出神的说话。有呢八十四篇，就今天我们讲一起读啊。万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比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但呢原文是可以译做欢呼或者是呼叫，咁咧就其实咧，即系呢个经文咧更加准确系欢呼嘅，即系 cry out 或者系欢呼 cry out with joy。咁咧，但系中文翻译做呼吁咧，系真系好大分别喎，系咪啊？欢呼系带住感情噶，系咪？但系呼吁咧，即系呼吁啊！我呼吁啲人一齐去投票啊！咁样呼吁系未必系带住感情嘅。咁咧，即系呢两个词咧系好唔同。我自己觉得喺翻译圣经嘅时候，佢哋选词咧，亦都系可能咧个神学背景，因为有啲人嘅神学背景就系唔好亲近神咧，咁着重嗰个感情啊。但系呢个诗篇明明系讲到欢呼咧，佢哋将佢翻译咗做呼吁，跟住咧诗篇八十篇。他的救恩成如雨，敬畏他人相近，要荣耀住在我地上。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嗱，诗篇八十四篇系好靓噶，讲到佢点样渴想神嘅殿啦，何等可爱佢咧，佢嘅心肠用睇到呼喊向神去欢呼啊。然后咧，神嘅救恩与佢敬畏佢人相近，荣耀住在地上，住喺我哋嘅当中，同埋咧系昼夜呼吁神，即系呢度咧睇得到佢嗰种嘅渴慕神啊。OK， 咁我哋今次咧就係睇詩篇八十四篇嘅，我哋大家睇到咧，所以下一次你見到大衛嘅詩啊，見到可拉後裔嘅詩啊，咁咧你都有個印象啊，即係到底係點樣嘅詩篇嚟嘅？我哋一齊讀下詩篇八十四篇第一節。萬軍之耶和華，你的居所何等可愛，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美願，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歡呼。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壇那裏拿杖為自己找着房屋，鞭子為自己找着捕初之窩，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好，我想講咧，呢個畫頁係喺你哋嘅中文聖經裏面闊住嘅，寫住嘅，即係呢個咧係因為中文聖經知道呢個係可以翻譯嘅翻譯方式，佢一係咧就係多數翻譯做 shout of joy 或者係 shout。跟住第五節啦，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路的，這人變為有福。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神。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你聽我的禱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聽。神啊，你是我們的盾牌，求你垂顧觀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裏住一日，聖子在別處住千日，寧可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各人的帳棚裏。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萬恩惠和榮耀，他未曾留下一日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萬軍之耶和華，倚靠你的人便為有福。其實呢一篇詩篇是很濃縮很多好的意念的，我們在這段時間我們就會 去看這篇詩篇，還有在裡面發掘神的屬性，以及我們可以怎樣回應神。這個就是神，就是這個一個畫的圖畫，就是講到這個以前的這個聖殿，真的大衛用了很多的金銀各樣的材料來建造這個聖殿，是他們所真的很愛的。但是可惜因為以色列人犯罪，結果是後來被毀滅了的，而今天那個地也不屬於他們，這個也是神 對於他們的一種的懲罰和管教。有很多人都說在末後的日子是有第三個聖殿，因為第一個聖殿所羅門起的，然後後來呢就是在以斯拉的時候回來又起這個聖殿，但那個聖殿又後來都很殘舊到耶穌之前，但是神就感動希律王
後來撒嬰孩嗰個希律王喎，喺耶路撒冷撒嬰，喺伯利恒撒嬰孩嗰個希律王，居然佢咧有感動，將聖殿咧整到好靚好靚，用好重嘅石頭、巨型嘅石頭嚟到建造嘅。呢、這個真係神咧佢特別嘅作為，因為聖經講到耶和華會忽然間喺聖殿出現啊，係講耶和華呢、這個就係講到神咧，神就會突然間喺聖殿出現嘅。咁真係咧就係即係呢個聖殿啦。真係一整好咧，跟住耶穌就出現嘅喎。然後跟住耶穌之後咧，同一世代就被毀滅嘅，即真係好似為耶穌而設咁嘅。因為今日我哋有神嘅家嗱，呢度啱啱呢個教堂咧，佢哋成扎人喺度全部一齊幫手去收輯啊咁樣。咁呢啲都係我哋睇到神嘅家好美麗嘅，即有神嘅同在嘅地方。咁亦都咧，神嘅家將來會搬屋嘅喎，去天上喎。搬去天上嘅時候咧，係更加榮美啊！咁我哋祈求咧，就係天上嘅榮耀都降在地上，讓我哋咧能夠在地上都能夠享受到神嘅同在。好，咁咧嗱，我哋睇詩篇八十四篇睇到一樣嘢，就係佢詩人係咪對於神好有心啊？係。咁咧，我哋睇到兩種心態喎。對於神，就算基督徒都係喎，有兩一種心態係咩？對神冇興趣，有啲基督徒冇興趣喎，聽到就瞓覺噶啦喎，呢度呢個圖啊。嗱，啲煩惱啦，好唔開心啦，好失望啦，好冇軟弱無力啦，好得爭吵啦，聽到瞓覺啦，或者呢一個咧就係、是、啊，即係佢犯罪被趕出嚟，呢、這個係比喻啊，呢、這個良善嘅牧人惡牧人啊，呢、這個又惡又懶嘅牧人咧被拉出去啊，呢個比喻。咁同埋咧，甚至有啲話係基督徒都可以落地獄，因為佢哋冇跟從神。他們只是口話而與神沒有生命的關係的，但是為什麼有些基督徒會這麼感激神又渴慕神呢？有喜樂啦，有神的全副軍裝，有神的生命，家庭也都有神的愛，也都會傳福音，神呢耶穌會怎樣舉起手指高去稱讚，然後呢將來有賞賜。基督徒呢其實可以有 兩種的方向的，大家有沒有見過這兩類的基督徒？有見過啊？好明顯㗎！你想係邊一類啊？多感激係啦，多感激嗰啲係嘛？咁希望大家都係。咁到底呢啲人點解會咁感激？點解詩篇八十四篇嘅作者可拉嘅後裔會咁感激神咧？點解咁感激神啊？呢度有不同嘅原因講出嚟。因為我哋睇到詩篇八十四篇的而且確好強烈嘅渴慕神嘅。第一咧就係深深懊悔啦。呢一幅相咧就係講就係一個人所畫嘅就。表達咧大衛佢悔改嗰種表情啊，真係我覺得形容得非常畫得非常之好嘅，好貼切。咁咧就係基督徒，你想我哋生命好咧，一定第一就係深深嘅懊悔。我哋成日個個都有一定有污穢，一定有好多嘅罪，一定好多嘅軟弱。我哋一定喺神面前悔改，有同神有密切嘅關係喎，同埋咧亦都同聖經有密切關係喎。熟悉聖經，因為聖經係神嘅話語，將神嘅啟示講俾我聽。有些人將先知的說話放高過神的話語，其實沒有一個人的說話可以高過神的話語的，即是任何先知有多強烈的先知，其實他筆外所講都是應用聖經的，即是將聖經應用在個人身上。但有些人就很渴慕很羨慕，哇，他講得出我的問題，聖經和聖靈都講得出你的問題。其實神使用那個人去幫你，不代表那個人是最高。但有些人呢，哇，有先知就渴慕到不得了，但聖經呢就不是那麼渴慕。所以我希望大家平衡，就知道最重要是體重神，同神關係好，處理生命。然後呢，我們有不同的恩賜，先知只是其中恩賜之一來的，不是超越其他的。即先知的恩賜和傳福音的恩賜、建立的恩賜、領敬拜的恩賜、栽培的恩賜、聖靈恩膏的恩賜，全部都是神在神的家中，神給每一個人不同的兵器，我們可以去作戰，去將人帶到神面前。好了，另外就是數算主恩，神在各方面給我這麼多恩典，有救恩，又有教會，又有神建立我，又有聖靈，又有身體健康，又神給我機會侍奉，又將來賞賜，我們就感謝神了。下面呢，可不可以一起讀個英文啊？ Let's go and let's run。第一就是話放手，啲問題放手，你想更加被神更新，一定要放手嘅。放手啲乜嘢咧？放手啲電視劇啦，放手啲遊戲機啦，啲手機咧成日都喺手機可以兩個功用，一個功用咧就係同人溝通去建立人嘅生命。不過有啲人喺
WhatsApp 猛咁傳聖經嗰啲，唔係一定係見人生命。有時有啲咧嗱，傳聖經都好嘅，有啲傳猛咁傳好多不同嘅説話啊。即係有時有啲咧可以佢未只係一種活動啊，佢真係行嗰啲先係最緊要嘅。咁如果喺網上用啲工具幫人個別幫人靈命呢樣嘢係好嘅，唔係就咁你傳，有啲人就人哋傳乜就傳乜，咁有時成為一種騷擾，反而唔係一定建立嘅。咁就讓神掌管，唔係讓手機，唔係讓遊戲機嚟到掌管，同埋我哋啲個人嗰啲負面思想啊、情緒啊嗰啲 ，Let God 就係俾神去掌管啊，因為神掌管先係生命先係好嘅。嗱，好多人係俾咩掌管呢？我想問下大家啦。一方面咧就係我要點，我嘅思想係點，我而家唔開心，我而家煩惱，啲人激親我，我好激氣怒嘈。嗱，呢個一方面，我要乜嘢，我要得到乜嘢。另一方面咧，神啊，你要得乜嘢，我就聽你嘅話，我願意親近你。其實呢兩方面咧，基督徒嘅自然反應係會中意邊邊咧？基督徒自然嘅反應啊！是不是自然就會這邊的，即是煩惱啊、不開心啊，因為自然就是我很想愛神，讓神做主呢，自然是煩惱是什麼？你給什麼可以？ OK， 這個是好的，但我想問大家自然反應，即是譬如被人激親的時候，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嬲，開心咯。是的，這個人的自然反應，即是譬如話神話你而家唔好做呢樣嘢，你唔好再玩手機啦。咁個基督徒話：好好聽話聽話，即刻係咪咁樣做咧？通常都唔係。通常都唔係，即係話人嘅意志啊，人嘅意志係都幾硬頸喎，係咪？係。我哋諗下，我哋有冇硬頸嘅地方啊？我哋要嘅嘢，我哋有時同屋企人爭拗啊，同某啲人爭拗啊，啊喺某啲事情上唔肯讓步啊，個意志都係好強嘅。大家有冇睇過啲扭計嘅小朋友啊？喺啲車上啊，啲有啲公共地方啊，咁我自己發覺咧，我又去深圳就好，都好幾次嘅，真係都幾嚴重下嘅，成家一齊圍住個小朋友喺度搞佢唔好啦，個小朋友係咁攣喺地下度，佢又稱佢，硬係咧就又佢又唔會稱起佢喎嚟，有啲嘢就一稱正咗佢出去咁啊，佢又唔係喺度攣有佢，又都個個睇住佢咁樣。點解咧？其實呢個小朋友就係佢由細到大發覺我要乜，我父母會俾我，咁佢開始用呢樣嘢控制啦。我喊就個個都會做啦。咁啊，大個咗係咪一定會改變咧？唔係一定嘅喎。有啲大個咗，佢其實佢用不同方式，佢會更加變本加厲，更加容易發嬲。我試過等火車有一次，有一個大約可能50歲嘅男人。佢等火車不耐煩，佢會一用腳踢嗰個玻璃門，踢到個玻璃門碎咗，跟住佢跳過去，爬過去，走落下低個月台，因為嗰時攔住未入得嘛，跟住俾人請翻上嚟，50歲喎，其實係一個小孩子氣啊，由細個開始佢硬頸，佢一路唔肯聽話。其實基督徒有幾多聽話咧？真係冇聽話嘅係唔多，但我希望大家真係聽話，因為神知道邊個聽話，神知道邊個愛佢嘅，咁嘅時候咧。當你時時都在這些循環懊悔親近神看聖經數算神的恩典讓神放手和讓神掌管和有聖靈的充滿是很大幫助和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這樣的時候一個循環不斷地去做神是會喜悅的也都說我走完神的路一定蒙福一起跟我說我走完神的路一定蒙福我走完神的路一定蒙福因為呢神是喜悅的聖經說到信若情欲殺種的必從情欲收什麼大壞信若聖靈殺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神是知道的神是察看人的心腸肺腑的並且按照什麼來到審判我們按照所行的來到審判所以神是知道我們的心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好像詩人一樣即首先我們審察我們內心我們才會有詩人這種心的好了第一節我們一起讀萬君之言話：你的居所何等可愛！哇！你個居所真係可愛到不得了啊！喺呢一句經文，你睇到詩人表達一種乜嘢嘅感情啊？有冇感情啊？係啦，一種中意嘅感情，係有情感喎，唔係一種冷酷嘅，即係唔係就咁話
唔係即係唔係就咁話啊神好偉大，神好大能，而係咧佢裡面咧係有一種感情嘅呼喊出嚟。神啊，你嘅居所何等可愛！喺裡面我哋睇到咩神嘅屬性，我一齊讀一讀啊！神極度可愛，神的居所也可愛，神的居所祝福人。咁咧嗱，其實神嘅屬性咧點樣發掘咧？呢個係需要大家多去睇聖經，多去思想嘅。有時字面可以揾到，有時字面揾唔到，喺全本聖經揾到。但係呢度咧，其實好明顯啦，係咪？雖然係詩人話你嘅居所何等可愛，但首先係神可愛先，佢嘅居所先可愛噶嘛，係咪？即係惡人嘅帳棚會唔會好？唔會可愛啦，唔會嘅。咁所以係神好可愛，佢嗰種可愛程度有幾強啊？有幾高啊？極度。係啊，我哋去到天堂，我哋先發現哇！神原來你咁好，我喺世上原來明白你嘅愛係明白得咁少啊！到天堂先知道原來神嗰種美善，神嗰種慈愛，神嗰種憐憫幾大，去到經歷神嘅愛同埋喜樂。你話我如果我早啲知道，我就會早啲更加聽你話啦。我都喺世上成日都唔聽你話，係明明你叫我唔好同嗰個人結婚，我係要同佢結婚，因為我哋要自己嘅嘢。但係神嗰、那個我哋硬係覺得唔係最好嘅。呢、這個就係因為我哋唔知道神係最可愛。咁第二咧，就係佢嘅居所可愛，佢同在地方可愛。神立咗神嘅家、神嘅教會。神的教會，神的同在是可愛的。雖然這個世界上是有一些有問題的教會，是真的有的。在三藩市有一間教堂都寫什麼 Mother God 天母，我們是天父的，是不是？他就說天母 Mother God， 他呢即他 他要說神都是女人來的。那呢就即係點解要咁講咧？聖經冇一句説話講 mother God， 咁亦都有啲教會咧係點樣咧？係接受同性戀。其實聖經係好明顯講到神係憎惡呢樣嘢嘅。其實呢樣嘢我哋真係為呢樣祈禱，同埋咧盡量去支持一男一女嘅婚姻，同埋反抗呢、這個即係所有呢啲同性戀嘅呢啲嘅活動啊！其實合法化咧，老早合法，即係佢哋合法咧，佢哋。不是要理他，他要理人。現在的問題就是他要理人，他要人不可以說關於同性戀的錯誤，甚至教會都即是說不可以說。那這個都是他們一直要，即是他不是只是說，其實 他們同性戀 他是一直合法的，不過他是不是有這個家庭，即是因為為什麼呢？我們普通的家庭有家庭的保護，家庭的法律保護，就是一夫一妻嘛。那他現在爭取就是兩個男兩個女一齊都有呢種權柄，同埋咧亦都可以領養喎。咁但係有好多領養咧都話好有問題，因為裡面個家庭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咁咧呢啲同埋咧佢哋並且要控制，就係話譬如有啲國家咧就由細到大，佢呢個活動好特別嘅，佢唔係就係佢自己做，佢要人哋都跟佢嘅。佢要喺幼稚園開始嗰啲書就教啦，並且喺迪士尼園都有喎開始咯。就係嗰啲電影咧，唔係王子公主喎，係兩個王子喎，兩個王子喺度彼此相愛喎，同埋嗰啲小學教科書就會有講到兩個王子彼此相愛咯，啊兩個公主彼此相愛喎，會有呢啲嘅教導由細個開始，即係佢唔係淨係要佢合法化，佢要推人哋跟從佢，並且任何人，譬如有啲父母佢唔俾佢個仔女去上呢堂咧。他會告他，可以捉他坐監的。這個就是這個世界的敗壞。我們真的求主幫助我們保守神的家，是潔淨的，是行神的路的。神是極度可愛，神的居所是很可愛，而且神的居所是祝福人的，是不是？所以這個詩人會有這個讚歎，就是說這個發人神屬性的查經法的特色是什麼呢？我們看到個經文不只是看到它的表面意思，而是看到背後的神。我用一個比喻說，譬如媽咪同你織冷衫，你媽咪有冇幫你織過冷衫，或者買啲衫俾你啊？嚇，買衫啊，買啲禮物送俾你啊，為你預備一啲嘢，你中意嘅、你想要嘅嘢，有冇送俾你啊？有冇啲心意啊？譬如整啲你中意食嘅嘢，係咪？你話中意食咧，佢就煮多啲噶咯喎。即係媽咪真係有呢種心同埋照顧我哋。嗱，好多人都做啊，多謝媽咪，我真係多謝媽咪，媽咪做好多樣嘢，咁啊就係咁樣講。嗱，呢個全部用自己角度。但如果用媽咪角度點講咧？
我媽咪見到我就關心我噶啦，佢個裏面有一種愛嘅心，佢見到我有需要啦，佢個心就會諗啦，佢需要嘅我點樣做咧？呢個係咪高一個層次啊？即係唔係就係我多謝媽咪送呢樣嘢俾我，將單心俾我，又會點講咧？我媽咪咧見到我需要件冷衫，或者見到我想我多一件冷衫，佢就會特登去織，佢就會揾冷去揾一個 pattern 點樣織，然後咧佢就日日夜咁織，然後咧有度試身，然後咧有啲咩地方要改，然後當佢著得啱，佢又好開心。然後咧就唔係淨係完喎，然後咧我哋著完咧，佢又會攞去洗。點樣洗法咧？就唔好歪，唔好掹長嘅冷衫嚟到照顧我哋，即係好多樣嘢。咁你諗翻嘅時候係咪？媽咪有呢個心先係咪啊？由佢有呢啲行動，好細心，睇到佢嘅細心。咁嘅時候，如果你同你媽咪講，你咪就係多謝媽咪送件冷衫俾我，然後話媽咪我欣賞你嘅心，你關心到我，你睇到我需要，你就會特登為我有呢個心意去為我織呢件冷衫，有咁多心機去量度啦，又去照顧啦。你咁樣講嘅時候，媽咪會唔會開心啲啊？因為你明白佢嘅心啊。所以我鼓勵大家看聖經，一方面我們看到人可以得到什麼，很多時候其實聖經是有講神的屬性，不是我發明，是神發明的，不過我在聖經裡找出來的。譬如耶穌講到我擔心，他是講神的屬性和作為，神會照顧麻雀、所以你不用擔心，即是人們就會這樣，不要擔心，不要擔心，但是耶穌說什麼？神是怎樣的神？他連麻雀都照顧，何況你哋要比麻雀貴重好多，所以聖經裏面係俾我哋睇到神係點樣樣。譬如佢話祈禱，佢點樣鼓勵我哋祈禱咧？我哋未求已先，神已經知道啦。佢知道而且其實聖經講亦都有計劃有預備喎，點樣去成就佢計劃，同埋感動我哋行喺佢計劃，然後將呢啲恩典賜俾我哋。其實神背後做咗好多嘢，我哋先領受到一樣嘅恩典嘅，係咪啊？神做咗好多嘢。但很多時候人咪冇時時去數呢啲恩典啊，所以咧同埋數神嘅屬性啊，所以對於神唔係咁感激。我自己對於神真係好感激，好中意，我好歡喜神，好中意神。我成日諗到神嘅美善，我成日都睇到神背後佢嘅美善啊。因為神嘅同在幾好，所以佢居所好可愛，同埋啲人去到佢居所亦都得到佢嘅幫助。好啦，詩人嘅反應係乜嘢？一齊讀下。詩人欣賞和喜悅神的聖言，就是他會看到他會欣賞和喜悅，他會歡喜有感情的回應的，他不是只是說出一個事實，他是有感情的回應的。那我們神的居所，神的美善有些什麼呢？首先耶穌為我們死，在神的家我們得到這個救恩，神又跟我們同在，又賜給我們喜樂，又賜給我們一個義袍和一個恩賜的婆，和將來的賞賜都是神的美善。好了，第二節一起讀下。我是我，我想要我的永遠，我心想我的肉體有永生神歡呼。由英文我們一起讀。 My soul longed and even yearned for the courts of the Lord. My heart and my flesh sing for joy to the living God. 大家看用詞又很不同。 My heart, my soul longed， 這個字是好想啊，好想啊，又 yearn， yearn 係高度嘅渴慕，高度嘅渴慕，好渴想。中文咧，我羨慕渴想咧，我覺得係都係好嘅，不過爭咁啲嘢嘅，即係會話強烈羨慕渴想，我強烈好想去到耶和華嘅遠遠。我思念神的遠遠，我即係應該話我思念和我極度的渴想神的遠遠。由 my heart and my flesh， 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嗱佢用心腸咧，我會覺得用心靈會比較好啊。我的心靈，我整個我的裏面啊，同埋我的肉體啊，都一齊歡呼啊 ，sing for joy 係咪好唔同啊？同埋呼籲我的肉體嗱，有啲譯本咧就唔係sing for joy， 有啲譯體有啲譯本係。shout， 咁咧呢個咧就其實嗰啲字眼係兩樣都可以，即係佢包含呢啲意思嘅。咁呢度講到咧，就係、是、第一佢渴想啦，即係佢有呢個生命，佢渴想，好想極度嘅渴想神嘅遠遠，好想嚟到神嘅家。到底其實可拉嘅後裔係邊個時候寫嘅詩篇咧？都有不同嘅人有不同睇法，有啲就話佢依然喺耶路撒冷仍舊有聖殿，不過咧佢哋
有機會佢嚟唔到。有啲咧就話其實佢哋因為打仗失去咗聖殿，啊，即係無論係邊一樣，有可能係仍然喺度，或者佢失去咗，所以佢好渴想能夠有呢個聖殿。咁咧，我哋唔知係咩時間，但係咧，我哋知道佢係好想，佢係好羨慕。嗱，佢哋唔同我哋喎，你哋可以，你哋有啲神土會咧，朝朝都嚟嘅，係咪？我哋起碼一個禮拜嚟一次，好容易嘅。但係佢哋去聖殿咧，唔係咁容易喎。咁我同啊，我太太咧，七月都會去以色列嘅。咁亦都會去約旦嗰度，亦都有啲宣教嘅。咁我哋就去睇下嗰啲影片啊。其中一個影片，我已經去過以色列嘅一次。咁我哋睇個影片嘅時候咧，佢就講到咧。有些山路，即是說耶穌由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有些山路好像爬山一樣，而且現在起的路以前不是有路，即是以前有路，不過那些路不是現在的路，那些路是可能是石路、泥路，但是現在就有些起了石屎路，有些鋪好的路，就但是當日沒有的，但是那些路也都有些是難行，好像爬山，所以我想到他們去聖殿呢是要爬山，要走要一段長的時間才可以去到，他們不是時時去到，所以他們有些地方就有會堂，有些地方都未必有會堂 去敬拜神，所以他們來說是很想能夠去到。還有呢，他的他那種呼喊是什麼呢？他肉體和他的心靈整個人的裡面，我們會說心靈呼喊，他肉體都呼喊向永生神呢去 sing for joy， 去呼喊歡呼，你會不會整個心靈神啊，你真的好了，整個肉體都向神去歡呼呢？我希望大家都是真的對神有這種感情。這一句詩篇真的很漂亮，我再錄一次，我羨慕我想要我的美語，我的心腸和肉體向永生神歡呼。這下面的圖都是我找到一些，這個祈禱的那種投入，和這個人祈禱的時候那種的投入，即都是給我們看得到，即是有些人很渴慕神，我希望大家你渴慕神，你自然你的生命就得以自然，你整個生命就會變好的。好了，有神的屬性一起讀一讀，神值得我們渴慕， 神能叫人向神強烈渴渴想和歡呼，神想至渴想神的人，就是首先神祂本身值得我們渴慕。有些人很渴慕什麼歌聲，哇，那些人呢，即有些歌星呢，可能現在和以前我不知道到底強烈程度，不過我知道以前那些 Beatles 那些，哇，真的呢，那些人喊到呢，即不得了，即香港現在那些可能沒那麼巴閉，因為太多了，太多那些明星出現了。但是那些我知道有些人買那些明星那些產品啊，那些什麼那些都是很多的，即因為我不太懂這些，即我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有多渴慕的程度啊。但是渴慕這個人，如果你認識他的生命，你會發覺哇，什麼人來的，其實他是唱歌厲害或者做戲厲害，其實他尤其那些韓劇，我聽到有些韓劇還有一些韓舞，我真的都不知道什麼叫韓舞，那些韓國人跳的舞，那些就哇，好是的確我是做得很職業化，但是呢他背後的心態是什麼呢？都是純粹是娛樂，但是那些人就會渴慕得那麼緊要。咁我哋對神一個咁美善嘅神，我哋會唔會咁強烈嘅渴慕咧？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到神係值得渴慕，佢係咁美善嘅。佢話神能夠叫人感動人，能夠咧強烈渴慕同埋向佢歡呼嘅。咁你話咁咪好似神咪喺度製造啲人去聽佢話咁啊，即係感動我哋。但係當人越聽話咧，就同神越連結啊，越連結咧就越得到神嘅福氣。譬如一個家庭，如果一個家庭咧，仔女和爸爸很喜歡一起的，仔女又很歡喜爸爸媽媽所做的事，父母又很欣賞仔女的，這個家庭是不是仔女和父母都會得到這個家庭的快樂，是不是仔女又會得到父母的愛，父母又會得到那些仔女給他的支持，是開心很多。同樣神的家都一樣，當我們渴想神，神的祝福就更大臨在在我們的身上，我們越得福，因為神是有無限的恩典的，所以神感動我們渴慕祂，其實是帶給我們福氣，越是渴慕神的人，祂的生命越大的福氣，還有神是賞賜渴想神的人，凡是渴想神的人，神是一定祝福和賞賜的。
咁啊，詩人係點樣反映一切動啊？詩人從心靈喜悅渴想感激神，即係佢又喜悅啦，佢又渴想啦，佢又感激神啦，整個心靈向神回應係好喜悅神嘅。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呢種詩人嘅心態。所以我哋睇呢個詩篇嘅時候，唔好淨係用字面睇，又感受一下神係點樣美好，又佢哋呢個詩人點樣渴慕神。好啦，跟住第三節啦。萬軍之耶和華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壇那裏，華長為自己找著房屋，燕子為自己找著報初之窩。咁咧，詩人喺呢個詩篇咧就觀察到不同嘅人嘅，同埋生物喎。佢見到麻雀咧都喺嗰度住得好開心喎，咁佢就會諗到其實咧動物咧都喜悅神，其實動物能夠咁開心咧，都係神賜俾佢。其實我哋睇到雀仔咧，我哋都話神啊教我哋好似雀仔咁輕鬆。你有冇發覺啲雀仔真係好輕鬆喺度玩啊，好得意嘅，即係雀仔係俾我哋一種好活潑嘅感覺。希望神都幫我哋學習雀仔啊！其實神都照顧雀仔嘅，喺羅馬書第八章係講到咧。受造之物都等候同我哋一起享分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大家可以回去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一句经文是告诉我们动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动物，起码一部分的动物是将来会同我们享受分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他们不是只是脱离这个败坏核制，而是他们能够同我们一起享受这个自由的荣耀。即係話喺天堂，我哋係會見到啲生物嘅，同埋以賽亞書咧有兩章十一同埋六十篇咧，係講到啲動物都一齊嘅，同埋講到啲獅子啊同啲羊羔一齊啊，啲 B B 同啲蛇一齊啊，咁呢個都係可能講到呢啲生物嘅情況。咁咧即係話睇得到，哇！原來生物都享受。咁我哋就睇睇神嘅屬性乜嘢程度啊？神愛和照顧生物。神能令生物也喜悅神的同在。咁有啲人話聖經話神愛世人，幾時又講神愛生物咧？即係神會照顧佢哋，麻雀都唔會一隻都跌咗地下，即係話唔會餓死跌咗地下。神會供應佢需要，都係神都係愛佢，供應佢。而神咧會其實俾佢個環境咧，自然環境好靚喎。嗱，雖然我哋人就唔中意啊啲樹林啊嗰啲咁，但係嗰啲雀仔喺樹林度咧係活得好開心，即係或者就算各樣嘅。昆蟲啊，各樣嘅生物喺個雪林裏面都有佢嘅生命，都有佢嘅享受地方。雖然人類犯罪之後咧，生物都受影響喎，佢哋都辛苦喎。但喺起初神造人嗰時係好靚嘅。咁啊，有啲嗱呢啲考古學家咧就發現嗰啲古老嗰啲化石啦，佢哋就會話以前咧嗰啲生物咧而家進化到而家，以前咧就好大隻，佢哋就覺得佢嗰啲好即係比較古老。但其實我睇法就係咁啦。其實就以前咧，個環境好靚，所以佢好靚啊。其實同而家生物一樣同種啊。不過嗰陣時咧，蜻蜓咧，我唔知幾大隻啊。一蜻蜓都會好大隻嘅，任何嘅生物都會好大隻嘅。咁啊，但係咧後來啲食物唔夠啦，就縮細縮水縮水縮水，咁變咗四隻。即係喺嗰陣時咧，其實係更加美麗嘅。好啦，咁詩人點樣咧？一齊讀啦。詩人欣賞神照顧生物，因為佢咧。都會講喎，詩人咧會留意，哇！雀仔都封曳過神嘅家喎。其實大家去到自然界，有冇欣賞下？唔單止係欣賞嗰啲生物嘅美麗，係欣賞生物背後嘅神。神設計呢啲生物真係好靚啊！就算我哋嘅身體每一樣嘢都係設計得好靚，你就欣賞下神。神啊，我感謝神，我有手指功，我唔係淨係有各樣手指，同埋我手喐嘅程度係好勁。你看看仲恩彈琴嗰啲手，哇咁勁！即係嗰啲手指，我哋每一個都有我哋嘅思想，我哋嘅感情。我哋就話神啊，我哋感謝你，因為你我哋係受造奇妙可畏。咁呢幅圖咧就有人畫嘅，我哋覺得好靚嘅。耶穌都會望住啲雀仔噶，佢都會照顧啲雀仔嘅。一齊繼續讀四節啦。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為有福，他們仍要讚美你。在這裡呢觀察到什麼人呢？觀察到什麼人啊？住在神的殿中啊！他又看都看到雀仔了，然後他又看到有些人住在聖殿，哪些人住在聖殿啊？祭司啦，一些利未人啦，就住在那裡啦。他就說，哇，
住在聖殿的人真的有福，因為他們天天都在這裡，他喜歡喎，他喜歡覺得哇這些人真的有福了，他天天住在神的同在。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第一，這裡是神靈的殿，你的家也都成為神的殿，在那裡你時時禱告，讓神的同在在那裡強烈，就是說我這個地方有神的同在是可羨慕的， 是有福的。好了，神有什麼屬性，一起讀啊，神的同在帶來福氣，神感動人在殿中侍奉神，神祝福侍奉者，就是說神的同在帶來祝福，帶來福氣，所以在神的殿中的人有福的。然後神會感動人侍奉神，侍奉神的人其實大部分是沒有受薪的，有少部分受薪，全職的牧師傳道，或者是有些教會的幹事啊，各方的侍奉福音幹事啊，咁但是呢，其實很多侍奉神的人，組長啊，很多侍奉的人，傳福音的人啊，其實都沒有受薪的，但他們被神的感動，神感動的去侍奉神。有些人就會這樣說，用一種很醜惡的方言，神呢就是救你呢，你要去天堂呢，你又要做苦工了，你現在 去救人去做人做去幫人了，因為要拿些人回來就等他們去做苦工了，但其實呢，這個就是用一種很醜惡的方言，其實一個人帶了一個人信主，或者建立到人的生活，是不是很開心啊？是，我們講做一些事幫助人是很開心的，所以他們不明白就覺得好像做苦工，但是當我們明白的時候，我們就說這件事比較我們上班更加開心，並且是帶來我們永恆的祝福，永恆的賞賜的。因為神會感動人，他有這個，即是他的聖靈是很有能力去感動人去侍奉神，還有所有侍奉神的人神都喜悅的。一起讀下面，詩人渴想住在神裡面，他想住在神的聖殿，不過他就沒有機會了，但是他很渴想能夠住在聖殿，他也很欣賞那些住在聖殿的祭司和利未人。第五節，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石刻大路的人，的這人便為有福。好了，這裡又觀察到什麼人啊？他觀察到什麼人啊？倚靠神。你用聖經講啊，經文講乜嘢？往石安大道有力量。係啦，即係從神有力量，並且咧好想去石安嗰度嘅。石安就係耶路撒冷嘅地方。即係話咧，嗰啲俾神更新、有力量嘅，又好渴慕神嘅聖殿嘅呢啲人係有福。所以佢咧，先人觀察到麻雀、燕子，然後咧佢就觀察到喺聖殿住喺聖殿嘅人。跟住咧，佢就觀察到啲咩人呢，就是靠神有力量，被神更新改變，又好想去渴慕，去到神嘅家中去敬拜嘅。其中一條路咧，我哋今次都會去嘅。嗰條路斜路嘅，就是、入耶路撒冷嗰條路，喺橄欖山側邊嘅一條路。咁咧就嗰條路咧就係耶穌入嚟，佢就為耶路撒冷哀哭嘅。咁亦都嗰度有一個。有一個教堂咧，就係 teardrop 咁樣嘅，即係好似係一個眼淚啊，眼淚一滴眼淚咁樣有個圓拱形嘅，就係話耶穌喺嗰度咧喊啊，去耶路撒冷哀哭，因為佢哋唔聽神嘅説話。咁咧就即係嗰條路我哋都會去嘅。咁亦都行落橄欖山咧，就有呢個帕西馬利園啦，同埋咧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就係東門。東門咧。東門就是什麼呢？ 西牆就是另一邊，西牆另一邊就是這個哭牆，向東面那個就是東門，就也都叫金門。這個金門現在是封了的，全部是石磚磚頭石頭石頭啊，不是磚頭，石頭封了的。那麼聖經是講到的，這個金門呢就是神要進入的地方，就是這個東門神要來到的。亦都咧，耶穌降臨，聖經有講到喺撒加利亞書有講到耶穌降臨咧，就係降臨喺橄欖山。咁然後咧進入耶路撒冷，所以呢道門咧到時就會打開嘅。咁你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咧，你就可以睇下呢個東門啦，就係封曬嘅，同埋嗰條路係斜喎，本來係斜，而家係封曬，冇即係行唔到上去。你行到上去上高有啲墳墓嘅，好多人起曬喺墳墓嗰度。咁點解會喺嗰度起墳墓咧？因為咧。他們就相信，其中有猶太人，也有基督徒，因為他們相信耶穌回來就在那裡，所以他們呢，因為在舊約就講到神降臨，所以猶太人都相信就
神喺嗰度翻嚟啦。基督徒咧就相信耶穌喺嗰度翻嚟啦，所以佢哋咧就第一批咧就嗰度嗰啲地咧特別貴嘅，即係超貴啊！比較我哋香港咧，你知都好貴嘅，我唔知幾十萬啫嘛，一百萬啊，一個骨灰庵位喎，咁貴嘅原來，哇！嗰啲位仲你話幾貴咧？嗱呢度咧就係話神咧會感動有啲人去翻去，咁嗱，我希望我哋唔係淨係表面啊，嗱有啲人就表面嘅啫，佢就買咗個墳地喺個地方。而是真的有神的力量，从神神的属性是什么程度？神有超能力，神赐力量给人，神感动人想去圣殿，就是他有超能力才那个超能力可以给我们，然后他又会给这个力量给人，即是他的力量不是留给自己，圣经讲很清楚，在我们心中运行的能力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神就将这个大能赐给我们，我们领受多少就得多少，咁神有呢個超能力，然後咧佢將力量俾人，亦都會感動人就想去聖殿，去呢個聖殿，去到神嘅家裏面去敬拜神。一齊讀下面啦，詩人親近神得力，佢親近神得力，佢知道親近神係有力量，所以佢知道呢啲人佢係有力量，靠你喎，佢知道係靠神，唔係佢本身強壯啊，而係靠神有佢有心靈、體力、靈力。然後他們就很想去到錫安大道，那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就是說我們有從神而來的心力，從神不斷有能力。我想問大家有沒有時覺得哎呀枯乾了，哎呀沒力了，哎呀好煩了，不想做了，哎呀耶穌快點回來，快點接到我，不用要那麼辛苦了，會不會有這些意念呢？有沒有覺得疲倦呢？疲倦就是因為我們從神得來靈教，還有吃了垃圾，吃了那些人那些負面的東西，那些困難，吃了那些東西，我們所有這些分辨了就不要吃了，神一定保守我們的，神又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不用怕的，有什麼困難其實不用怕的，然後靠著神有力量，希望大家有力量，哈利路亞，感謝神。有些人有力量，因為神有無限的恩典，他各方面的恩典傾倒下來，耶穌為我們死，有教會給我們恩典，有神的話語、太陽與水、神的意圖和他恩典的恩賜的部分，有聖靈運行，那裡代表恩賜，有給我們健康和自然界，有機會侍奉神和將來的賞賜，有一天我們個個都會站在神的台前接受神的賞賜，會不會很開心？會，真的會很開心 的時刻。好了，接著下一節了，第六節，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這裡呢就講到呢有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就是什麼呢？就這班有力量的人，他走過流淚谷呢，就會將這個谷變為泉源，即是神同在的子民就將這個流淚谷變為一個泉源之地，就是說神的子民去到那裡，人都會變得開心的。咁另一個可能性咧，就係講到注目喺有啲人係好淒涼嘅，即係佢注目點喺邊度？注目喺嗰啲有能力嘅人，佢哋嘅恩典，同埋亦都另一方面咧，就係一啲有軟弱嘅、有苦惱嘅人喺流淚谷嘅人，神咧可以醫好佢哋。咁詩人見到咩發生啦？就喺流淚谷嘅人，喺啲憂傷嘅人，佢哋咧會變得有能力，被醫治，心靈被醫治嘅。這個這麼受苦的人，為什麼我的受苦不離開啊？變為喜樂和輕散的，就是神的同在會帶來醫治和祝福。神有什麼屬性？一起讀啊！神關心過人的感覺，神能醫治憂傷，神想祝福憂傷的人。第一就是神關心我們的感覺，就是說憂傷的人神關心的，神是體會我們的感覺，神很想醫治。當你有憂傷的時候，神是掛念的，神不會不理我們的。然後神能夠醫治，他能夠醫好我們的，還有他想祝福，他能夠醫治和想是兩回事，是不是？他有能力是不是代表他一定想？未必，他有能力但他又想醫治我們，那神就是想醫治我們的。所以呢，大家有沒有一些煩惱啊？有沒有一些不開心啊？我們求主醫治我們，同埋當我哋得醫治嘅人咧，亦都去醫治其他人啦。見到人憂傷嘅時候，都將平安喜樂帶俾佢哋，唔係帶嚟苦惱，係帶嚟平安喜樂嘅。一齊讀下面啦。詩人信靠神，能醫治憂傷。佢相信，你相唔相信啊？相信。
你都可以變為喜樂，變為平安輕省嘅。第七節喎，他們行走力上加力，放人到石安朝見神。詩人又看到啲乜嘢啊？好有力喎，力上加力喎。點解力上加力呢？即係本來都有力去做啦，哇，越嚟越多力喎。即係譬如話事務，我有力去事務，然後跟住咧，哇，嗰種動力係不能阻止嘅，不能停止嘅，就是、力上加力係一路持續增加嘅。譬如話，去想幫助一啲憂傷嘅，當幫完一個又想幫第二個，越嚟越得力嘅。喺神裏面真係一個無限嘅能力，一齊讀啊！神嘅屬性啊，神充滿能力。神能加我們力量，朝見神的人更加大力，就是神本身是有無限力量。大家想想一次閃電的力，你知不知道電有多強大，可以救一個城市很長的時間用的電，一次的電，一次的閃電的能量是很大。在這個自然界，神令到這些星球會轉動的能力有多大？你找的拖泥機拖住個地球轉唔轉得唔得啊？嗰個拖拉機拖實佢唔好轉唔好轉得唔得咧？或者想佢轉快啲，揾個火箭飛去太空拖住個地球，等佢快啲啊！唔好阻住個地球轉得唔得咧？亦都係做唔到嘅，即係神嘅能力實在大到不得了。神嘅大能力唔係淨喺自然界喎，係亦都喺我哋生命裏面。神會改變人。我想問下大家，你經歷到神嘅能力有幾多咧？你經歷神的能力夠多未呢？你的能力是不是源源不絕呢？是不是力上加力呢？如果不是的時候，我希望大家深信神裡面有無限的力量。神充滿力量，祂充滿力量，祂給我們，祂是即是好像是用個比喻，好像電油站，我們去買去電油站那裡加力。但是這個電油站，大家不要想著我一次過加力就夠用，而是持續成日由早到晚，我希望大家都有呢種習慣，由早到晚成日愛神。點樣可以得力啊？一齊讀後面嗰度，朝見神的人更加得力。我想要水，就係話親近神嘅人更加有力量嘅，佢哋更加力量係源源不絕嘅。我一齊讀下面詩人嘅反應啦。詩人相信神充滿能力。詩人咧係相信神裏面咧係有無限嘅力量嘅。嗱呢度下面嗰啲字睇唔睇到啊？如鷹展翅上騰，翱翔在神的國度裏，就係咧好似鷹咁樣，好似鷹咁樣展翅上騰。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喎，有啲影片係點樣咧？係將個鏡頭整咗喺個鷹嘅，我擺張紙度擺喺度。將個鏡頭整喺鷹個背脊嗰度，跟住一路你睇佢，哇飛落嚟，高到咧嗰啲大廈細粒到不得了啊！直情咧好似即係望落去咧，好似地嗰啲global 即係睇地球咧嗰、那個叫做咩啊 ？Google Earth 啊，望落嚟咧，哇個地球即係好細好多嘅。咁然後一路飛咧就見到啲大廈咯，一路慢慢出現，一路咁樣衝落嚟，即係嗰種鷹嗰種能力啊！一神造鷹可以有種能力。點樣有力量就係、是、去到石安啦。咁呢度咧就係、是、我去到耶路撒冷呢個第一站屋牆啦。呢度大家見到好多嗰啲猶太人喺度啊，佢有啲喺度傾偈，有啲喺度祈禱啦。咁咧由呢個咧就係、是、啊，多數認為呢個就係耶穌埋葬嘅地方啊。咁咧呢度呢個就係喺花園重啊，耶穌埋葬，同埋隔離咧就係、是、呢個竹林地，就見到個骷髏骨喺嗰個石嗰度咁樣。骷髏頭咁樣樣，就係相信就係耶穌喺個釘十字架地方，就係、是、我哋嗱唔係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先得嘅。其實你喺邊度都有神嘅同在，神會加我哋力量。希望我哋力上加力，源源不絕嘅。第八節啦，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你聽我啲禱告；雅各啲神啊，求你留心聽。咁呢個咧喺呢句嘅呼求，亦都深信神會聽啊。即係深信神係充滿恩典，好想聽我哋祈禱嘅。神嘅屬性係乜嘢咧？神關心我們，神留心聽我哋禱告，神極想幫助我哋，就係佢好關心我哋，好知道我哋每個人嘅需要，佢想提升每一個人。佢又會我哋祈禱，佢就留心聽。神俾我一個互動嘅祈禱，你一祈禱就神一
好開心啊！你一試下去愛神啦、啊，你同神講神啦、啊，我好愛你，我睇中你，我中意你。又跟住你同事就話個心就話神而家好開心，聖經係咪咁講啊？聖經係有講到嘅喎，佢話咧，你嚟到感謝神，獻上呢個感謝嘅時候咧，神就喜悅，叫佢喜悅，勝過獻牛同埋有角有蹄嘅公牛。原來我哋獻上感謝係神好歡喜嘅，所以你一路祈禱，神好歡喜嘅，呢、這個就係神俾我嘅互動嘅禱告同埋互動嘅行動。我幫一個人，神就歡喜，就唔係驕傲喎，而係我做任何嘢真心做，神係好歡喜嘅。咁希望大家都一路相信神係好中意聽我哋祈禱，佢關心我哋嘅事，我哋佢留心聽我哋祈禱，好想幫我哋嘅。神係垂聽我哋祈禱啊！第九節啦，神啊，你是我們的盾牌，求你垂顧觀看你的受高者的面。神係我哋嘅盾牌，係保護我哋嘅，脱離一切嘅災難，冇咩任何攻擊，神都保護我哋嘅。求你垂顧觀看你嘅受高者的面。在舊約的受膏者就是王、先知和祭司，而基督這個名字或者舊約彌賽亞的名字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而基督就是三樣身份都有，就是他又是王，萬王之王，他又是先知，他又是祭司，獻上祭物，他自己又是祭物，那神會觀看他受膏者。而聖經又講到我們是君尊的祭司，祭司的國度，在彼得前書裡講到，即是說如果今天我們都是受膏者，神呢求你垂顧觀看你的受膏者，神會看他的受膏者的。我們一起讀啊，神充滿了憐憫，神極想保護我們，神垂顧他的受膏者，就是神呢有能力，他會保護我們的，他是我們的盾牌，會保護我們，他很想保護我們，祝福我們，同埋他會看著神的受膏者，他喜悅所有神喜悅神的人，神一定祝福的。那詩人有什麼反應啊？詩人信神是他個人的盾牌，他個人有什麼需要，神一定會幫他的，遇到什麼困難都不怕，相信神會垂顧我們。所以我們的反應是什麼？什麼困難都不怕，有人罵我不用怕，有什麼困難我不用怕。這個圖案是什麼？這個火箭呢就是魔鬼的火箭，魔鬼火箭呢未必說真是魔鬼直接來到攻擊你，他就透過人罵我們，傷害我們，但你有信心，神看中我，冇人能夠傷害我嘅，咁嘅時候我哋就企得穩啦。第二幅圖都好好嘅，英文嗰度讀一讀，好唔好 ？If God is for me, who can be against me？ 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就佢，哇！好大隻腳踩落嚟，但佢靠住神可以頂住喎。即係有呢個信心，神會垂顧佢嘅受膏者，佢會保護我哋，佢係我哋嘅。這個圖你看到那些火箭飛過來了，但是呢我有信心，有些人就被他打低躺低了地下先，哎呀神啊快點幫我起身，是不是要打低了先，又先求神啊？不要打低，他罵你立刻說這句說話不用放在心上，但你不要跟他說，他一直罵你的時候，你一直的心一直不要緊，他罵我不會死的，我不會死的，他罵我不會變樣的，他罵我蠢我不會變蠢的，他罵我沒用我不會變沒用的，但你又祝福他，你又不要生氣他，以善勝惡，也是連率我們的傷害我們的人，其實他受了傷害，所以他只懂一個方法，就是傷害人，我們憐憫他，祝福他，這樣的時候就不受落他的傷害，也都數算他的好處，他的好處我們就數算他的好的地方。第十節了，你的住在你的遠遠住一日，聖子在別處住千日，令我在我神殿中看門，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裡。嗱呢度咧，佢又觀察到喎，呢個世界好多惡人啊，好多唔好嘅人，亦都有神嘅殿，佢就會睇到嗰啲有啲惡人都好有錢喎，有啲人啊，有惡人唔係個個有錢，有啲有錢，有啲唔好唔係有錢嘅。佢就睇到其實我喺神嘅殿，如果我就看門口，我都好過呢啲人。咁私人是冇乜嘢啊？就在住在神的殿看門都不要緊的。好了，一起讀神的屬性，神的同在極奇妙，神超越世上的福，住在神殿比任何地方更好，就是神的同在很奇妙的，祂超越世上的福氣，世上的福氣惡人的帳棚都不及的，而住在神的殿比所有地方都好，所以呢祂是很喜歡住在神的殿，神的家是最好的，我希望神都歡我們大家都歡喜這個家，
都歡喜我哋自己係神嘅家，我哋能夠成為神嘅家真係好有福嘅。詩人點樣反應啊？詩人渴慕神的同在和神的殿，佢渴慕、渴想住喺神嘅殿，就算喺神嘅殿看門。所以如果有時郭師母叫你哋，喂唔該你幫手看下教堂啦，幫手做啲嘢啦，都希望大家歡喜話，我喺神嘅家，神係歡喜嘅。唔好淨係睇呢個地方係一個單位啊，而係睇呢個地方係神嘅家。喺神嘅家可以點樣啊？哇 ，relax， 好放鬆。It's a healthy choice。relax 係一個 healthy choice 嚟嘅，一個健康嘅選擇。放鬆啲，大家夠唔夠放鬆啊？有冇有時擔心啊？但神照顧一切，我哋唔使擔心，因為神嘅住處係最好嘅，神同在。所以好似呢個人坐喺度，哇，好舒服，好輕鬆。第十一節，因為耶和華神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恩惠和榮耀，他未嘗牛奶一樣好處不給那些人。咁呢個所講咧就話神係日頭啦，呢個係比喻，唔係神就太陽啦。呢個比喻，神好似日頭，有能量嘅，有熱能嘅，有恩典嘅恩光嘅，係佢係盾牌，賜下恩惠同埋榮耀，好多好嘢都賜俾我哋。佢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嘅人。呢個説話有啲似詩篇十六篇喎。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呢度就話，他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動正直嘅人。你有冇需要一啲好處啊？神唔會留低呢啲好處俾你。當你越親近佢，佢越將呢啲好處俾你。我一齊讀神嘅屬性啊！神是榮耀和大能，神是恩惠和榮耀，神賞賜正直人，神賜所有好處。即係神係榮耀嘅，係充滿能力嘅，因為佢賜下恩惠同埋榮耀。佢本身係充滿榮耀，佢個榮光啊，神嘅榮光唔係就係發大光喎，而係佢榮光裏面充滿愛、充滿能力、充滿喜樂嘅，係輕省嘅、開心嘅。神係充滿榮耀同埋能力嘅。他又很想將他的恩典和榮耀賜給人，而正直人神一定想賜的，還有所有好處人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行動正直的人，樣樣好處都給我們，只要我們聽神的話，神就會還樣都給我們的。一起讀啊，詩人信靠神必定施恩，相信神一定施恩。你會相信神一定施恩啊？相信，我希望你大家都深信神一定施恩。我們現在看回這篇詩篇講什麼，一起讀一讀啊。神的居所，神的居所何等可愛，我的心腸向神歡呼。又咧內容啦，神的居所何等可愛，是到渴想神的殿，向神歡呼讚美神，靠神有能力力量，想去錫安朝見神，流淚谷變為泉源，行走力上加力，盾牌神垂顧受膏者，神無留下一樣好處。呢個講到咩咧？就係話，神的居所何等可愛，因為神美好，所以他的居所很好。所以呢，我們會渴想神的殿，向神歡呼，我們就會整個人肉心靈和肉體都向神歡呼，去讚美神，就靠神有力量，就很想去錫安朝見神。而流淚谷就會變為泉源，就是說憂傷的人會變為泉源，和行走力上加力，越行越有力，是力上再加力的，越來越多力量，同埋神是我們的盾牌，神會垂顧受膏者，神會看著我們的，神沒有留下一樣好處，所有的好處都給那些正直的人，甚至恩待。是不是詩篇很豐富啊？我希望大家回去細心看，去讀，去背其中一些重要的經節，讓我們時時都真的問神啊，你的言語何等可愛。